这是我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无字情书。结识、结交、结拜、结婚，没有一个字，满满都是情。一绳结万物，万物皆有意。历时十小时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师。结绳，结绳是什么东西？上物文字，结绳是基石。其实结绳呢，是古人的一种重要的记事方式。结绳位于绳子上啊，就是基石。五千年的文化东西，古织，你看啊，绞丝旁。旁边一个吉，用心编织的吉祥祝福就吉利。蚕宝编织街，所以绞丝旁东西、编织东西都称为吉利东西。中国文字博大精深，哎，中国文字博大精深。这是一套比较完整的宫灯流苏，这个东西啊，是个收藏空间比较全的，就颜色比较丰富。你看这颜色，你看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匠人辛苦。这边就是这个说的工具。我不会常用我们说的东西啊，我要做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嘛，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两个作品也十五六年了，我特别喜欢葫芦啊，这个小吉祥街。我觉得给别人说的东西一定是吉祥，一定是吉利的东西。您对于这件事情理解有变化？理解没有变化，天感不一样。从开始算绳子的时候很喜悦，后来吧累，但是因为老辈儿讲的时候，我就讲传男不传女，传男不传了。这个东西吧，其实很困惑，会宽度，很有宽度，可是呢，深化。它需要我们去传承，需要去让大家去了解去做通。对的，我是守住，守不住，我连让去编辑传承，大家去接受。传男不传女，我说我们闽南也传。后来呢，传的传，家里有多少人？你家里有多少人？没法就做传承，开始做作坊，我去培训。这个我们去学，我们看了之后，你体验之后，我才知道其中的奥妙。我还记了好多小本本，这是我经了一本，都是记的，全是文字。好坏是别人说的，但是呢。我会有根，他得把这个寻根寻到一个传统文化上，一种传统文化，我带你去延续，只有你了解了，你才会熟悉。我特别记着您说的一句话，其实手工编织出来的都是不一样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对，这叫有温度的事。其实我们之前从事火锅行业，现在到电商也是，我们也是想做一些有温度的事情。我们以什么结万？我们叫以火结万。先打第一个结，第一个一会了，所有都会。他说捋起来，捋起来，绕一个环，然后。从环里面穿回来，那慢慢拉一下，看上啥，看像啥。开心。人生第一个一定是用心编的一个结。用心。看第二个心了啊，我们这个线是吧，从腹下往上穿过去，它从后背的呗。穿过来。这又一个心了吗？对吧？但是不对，你这是圆心了。我是这样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看两个心嘛。来，你这一拉。不是两个心了，你看单独变心没找吧？你看 OK 了吧？对，人家也一气呵成是吧？不是你太厉害了，这是人生的第一个结，我命名为它余结，余生都是你的结。出师了，你不打三个扣，那是啥样？这不同心结嘛，是吧？嗯，来啊，再给你们找一遍，结，对吧？哎，这方法，我们走啊，照后背。说话懵了哥，直接懵掉啊，失格了，偷格了，这我得学一年。转回来，从后穿过来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没问题了。牛啊牛，他这个比我厉害。你看，人生第一个最难打的结。手工的传统文化值得被传承下来，一定要去传承，而且你要去体验，体验了你才知道什么。这个东西不体验，真的不知道。非常棒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欧巴！没有成就感，其实自己动手来做一件事情，真的是不一样，既好看又好。抖音。